军座，根据我的情报，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，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。侯大队长。 你怎么又姗姗来迟？刚才下大雨，路不好走啊！来了多少人？按您的命令，河岸上派了一个中队，桥上就派了这几个人。不行，要派小哨，放过了共军侦察兵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是，马上加强。胡说！ 你不是种田的，你是扛枪打猎的，带走，带走。出事了，走，看看去。走。你们不能随便抓人，他是我的儿子，爹，不要害怕。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？说。抓人，抓人，干活嘛。 哪还有肩膀红的？是吗？庄稼人挑担的摸肩摸的，成天替你们做工出力压着。你看，谁的肩膀红？看，谁的肩膀红？这个也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，谁肩膀红？带走，带走，肩膀红也要被抓走。那明天谁还敢再来啊？啊！你们想造反？ 处长，事情闹大了，影响公事建筑。干活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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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部分的？六十八师工兵营的。来干什么？砍树。江边新工事急等用不了。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？干嘛上这儿砍树？江边民房都拆光了。 报告处长，军长查问情况。向军长报告，我已经咬住共军侦察兵，正在包围，天黑以前解决战斗。是。报告军座，据侦查，共军侦察兵的电台在我炮击时突然中断，一直到现在没出现，肯定是被我炮火摧毁了。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情报发到江北去了。啊？难道他们就不能派人送过江去？我已经把他们包围的水泄不通，天一亮就动手，我担保抓活的来见你。要是让共军侦察兵再钻了空子，就叫你的勤务兵抬着你的尸体去见唐司令。 是不是往江边跑的？是的。立即通知沿江各部，严加戒备，一个共军，一张纸都不让过去。是。那我们呢？还不快追！是。
处长，有事吗？共军惯于声东击西，他们明着到罗斯嘴，一定还有暗的。哦，还有暗的。他们很可能利用我们结合部这个弱点，这一次，哼哼。处长，那我们快到结合部去。不，罗斯嘴我也不能不防。这样，你到罗斯嘴，我到结合部去，快，是。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出来！老实点。